昔の考え、昔の考えは、汚れないで吠える。ね。汚れないで叩いて。用刀在胸口上撂掉。其他方法是，而且刀锋要向下，刀锋要向下。是啊。要弯曲的很，很多是散掉。我刚刚刚刚刚刚，现在接着来。哎，多多你记得吗？好，手下老师当主播。哎，记不记得在上面是？上面上面哪？上面。其实那多不老的一个老师没有错，那个老师吧，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是哪里吗？你妈咪啊，他们说是啊，他们说外面是，说外面是自己的啦。何人で私に言ったのか、私に言ったのか。ですから、当然にしたら、正しい言の振り方を、この一つの意味ですから、読んでみてください。ですか？今、あなたのこれがダメです。これはいいです。これやったら全部を一人ずつ考えてもらえないですから。今見て感じたことは、今天我们看到那几点？我现在大家在微信聊的很紧张，是公司系统大家不再去说，所以大家要在聊天方面可以观察一下其他人有没有做好的，那他怎么样？有没有打过自己的？嘿，听懂你没？过去和我那录音，过去交给交给他去，过去呢？これがね、この文字、時間があって、こういうのが欲しいとか、そこにあるのか、欲しい。そういうことの言葉にしてないのに、どんなこと、それでも出会わせたね、サバセミナーだけ来ましたけれども、皆さんも、市販でやるわけですから、昨天过来直接就是香港，有七个单子到期。做过一个，对，目前还不知道，然后可以到了帮大家修改了。今天是来，今天基本上都这样做。马哥，知道吧？多少人在干了？干了一点吧，今天干了一点。そして、一样不要，八十字が、八十字がまっすぐなってるか。これは剣道、これは剣道し。大家开始来。往正常方向走，偏了这样子，进来了啦，过来了就是，过来了瞬间到这啦，天都过来，不过来不容易，看到？因为现在这个是布刀的，但是他们就往那边流针针刀，我先去留，但是打的屁股来都得看到，他再来用那个玩意儿弄呢，给锅搁那去了嘛。少し下げて切るのね、両側の剣でも色の剣でも少しずつ若干止めが違う。それ大概剣切りやと向上不刀を横に横に往下。それは私正しく反応しないです。ただし一番武器技を教え、私はあまり教えないのはこの振り方、この切り方が悪いというと、ですか？あなた聞いてるなとしないで、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。剣の目標を教えるのは難しいんじゃなくて、この道場の先生の教え方が悪い、いい、これを言ってしまうので、私はあまり実は真面目じゃ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。剣の練習、結構なので困難、是人道的話、是要的話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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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那个方面是，我真的没有。如果你开始操作不对的话，上面后期该要做就按后面操作去。这个，我们用车载车，他们要载车，那，这个说的哪一些？他这，我这边放的旁边这个是什么？那个那个，还是应该我们就把它。都有他改的。道場だけで剣の目標するんじゃない。在道場上不是只有练这个剑的一个技能。海山に入るとき、学校に入るとき、不管是在社会上、在学校上，
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对，你打是没有打我没有，但是那个修炼心灵的那种想法其实都不一样。我觉得我超快，我觉得我给的累晕了。在社会上各种各样，其实都有它一定的规范跟理。我们大家就是要谨记下面，他给的目的那一个，如果说你规的你全部拿到了。然后到场之后，那个同样我们也是要去记得要去遵守它，不然我就一直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我这边的人，你那边啊，你说，你这边还有多少人？你这边？就他们那边嘛，他们你这边有没来你说？你说，我到我这边去，你这边放心去哪去？你这边就没来了。啊，这还是你自己有几件事啊？是不是？这家啊，你那家伙啊，你不得猛，不过弄干嘛？他才是弄干嘛？就是你心里的一口闹，你会整个自己身体的精神。这是弄干嘛？你们只能干嘛呀？这是哪边来的？是哪里的？我。